有事情，他可能不爱抱，他拿了很多吃的。现在我们好好的把这些小朋友抱走，就我们从小来抱走。我是亲生妈的大女儿。我那不好意思。刚才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个妈妈这个地方，我们当时有一个老人的地方。我们家的孩子，刚才呢，家里的老人的地方，没办法。这是谁？So further report of Thank you.